北高行有叫我去出庭哦，对，叫我去作证。那第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，我骂陈吉仲无耻，骂他不适任，嗯，告我的应该是陈吉仲啊，嗯，对。那为什么是 NCC 去罚中天？这不是很奇怪吗 ？NCC 也没有问过我啊。北高行，因为我出庭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问我说，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？问我有没有跟你们套招。套什么招啊？不是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觉得一个烂还需要套招，这有什么好套的、啊？